级汽车。积木围城。糟了，要迟到了。班班，你的速度太快了。雷克警长，我着急去送货。斑斑，小心前面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大积木呀？这回我肯定迟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前面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别着急，我去找阿力帮忙清理积木。我来了。哇，你来的可真及时。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了。好了，道路清理完毕。阿力，干得好，快让我过去吧。怎么还有一个？到底是谁在马路上搭建积木？嘿嘿嘿，当然是我的杰作了。来吧，让我的积木车陪你们玩玩。雷克警长，你看，原来是你干的。危险，大家快跑。救命啊！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拜特博士发明了一辆积木车，在扰乱城市。我们要马上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吊车咔咔咔，手臂有力气，大积木小积木全都摆整齐。红警车滴滴呜，雷达车一转，有麻烦别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积木积木全清理，汽车汽车快腾行，走去查积木车。好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围墙变出来，长长手臂哐哐哐，积木全倒下。积木积木变呀变，迷宫变出来，开启雷达滴滴滴，找到了出口。这回你没办法了吧？糟糕，我们找不到他了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咚咚咚咚掉下来，危险危险，快快跑，小心小心要躲逃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警车警车有办法，大王大王咻咻咻，一块一块全接住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吊车吊车来帮忙，大大猴子有力量，瞄准目标全力进攻。这个导弹的积木车就交给我吧。不过这些积木要怎么处理呢？我有个主意，把它们收集起来，建造一个积木乐园吧。哦，听起来不错，一定非常有趣。我们也来帮忙。消失的超级汽车。
我发明的大力拖车果然超超超大力，连火车搬搬都拖得动。马上要天亮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明晚再继续行动。什么事儿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了。嘿嘿，糟了，门打不开。我们可以呼叫指挥中心寻求帮助。咦，怎么没有反应？别浪费力气了，这儿的信号已经被我切断了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。哈哈哈！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雷克警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看到斑斑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好饿呀。真奇怪，亚米今天怎么没来卖早餐？什么？亚米今天没上班？啊！小美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垃圾桶已经满得装不下了。大家都不见了，情况不对，呼叫指挥中心。为了活，开心活，今天有很多超级汽车都消失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快帮我找一找他们在哪儿吧。没问题。奇怪，搜索不到他们的信号。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一找，快帮我升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朋友们在哪？雷达开启，加速前进，睁大眼睛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啊，你来帮忙了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线索藏在哪？人行道上，小水坑里，草丛里面，大树下面，发现大家的踪迹。朋友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快救我们出去。警长，敌人，敌人出现了，小心小心，长长钩子伸出来，危险危险，大大箱子飞过来，躲开躲开，警车警车要战斗，前进前进，丢丢向前冲，冲啊冲啊，正义需要我守护，全力以赴，大大钩子甩呀甩，晕晕乎乎，警车警车想办法，绝不认输。雷克警长，把他引到仓库前。滴滴呜，滴滴呜，看这里，打开灯光吸引你向我靠近。就是现在，全力出击，撞开门，拉住你。哈哈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吧。一日警长。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是我是我是我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
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哼，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，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，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。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旋风，智慧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，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轰隆轰隆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超过你啦。我赢了，旋风，这不是比赛。我应该抓住他，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好，遇到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，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，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怕辛苦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。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珍贵的友谊。今天和安琪约好了去野餐，希望他能喜欢我做的三明治。快点。哎呀，我的三明治！妮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。你们太讨厌了，赔我的三明治！妮娜看起来好凶啊！好可怕！尽情的讨厌对方吧，超级愤怒车，出去破坏他们的友情。
是你的错，是你的错，我要把你撞扁。哼，看我的！啊，大家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在生气？妮娜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哼，不要你管，我讨厌你。啊？我宣布，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什么？哼！妮娜变得好奇怪呀。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，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今天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愤怒。哦，你们快调查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好的。啊，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啊，我就知道是他。安琪，这次救援靠你了。一定要小心那辆超级愤怒车。嗯，放心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生气，笑呀笑呀笑一笑吧，手牵手抱一抱，神奇的小火苗被我们熄灭了。找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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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笑一笑，世界会更美好。不许动！你被逮捕了！耶！安琪，我们去野餐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三明治了。热闹的汽车节。朋友们，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汽车节了，大家都会来参加。我的蛋糕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呢？放心吧，雪莉，我的汽车壁画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的汽车模型也拼好了。嘿，这些鲜花要摆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哦。啊。雷克警长，谢谢你来帮我们。别客气，哇，你们把这儿布置得真漂亮。嘿嘿，今年的汽车节一定会特别精彩。我们都好期待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家吧，明天再来。哇！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你看。有人破坏了我们的会场。别着急，我马上去调查。会是谁干的呢？当然是我啦。哼，你们居然想举办汽车节，这可是我最讨厌的节日。机械车，去把汽车节的一切都摧毁。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你举手干什么？给我继续破坏。
不行，我必须马上阻止他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机械车正在破坏汽车节，快，我需要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也来帮忙。第五向前冲，冲冲冲！快躲开，石头石头飞过来，挡住呢！别想跑，紧紧跟在你身后，任何危险都不怕，超级汽车不后退。追呀追，第五第五继续追，加油加油！转个弯，目标消失不见了，去哪了？别担心，雷达灯光闪呀闪。目标被找到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太好啦！我们的汽车节还能继续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来帮忙啦！刮呀刮，七彩缤纷真漂亮，真漂亮。车节真是太热闹啦！是呀，我本来还以为要办不成了呢。超级汽车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相信我们会一直守护大家。